你这脚不严重，不严重，长往肉里长的不严重，能修好。指甲是不是自己就不能剪呢？你剪的时候最好自己不要往里面剪，自己不要往里面剪。哎，别的好了，你不要动，拿着我。或者你两个月修一次都没事，你的指甲你知道了。嗯。你不要剪，两个月修一次都可以。他的指甲剪。你的皮在这里，别动。不剪，你长穿在这干了。两个月修一次，不要紧。以后指甲长了，你过来修就行，没有事，不严重。